講解一下個西廂詞啊，呢個西廂詞呢首曲，咁啊佢係漢客家曲嚟噶啦。客家曲咧個 T 咧就要唔係我哋正常嗰啲 T 咧，佢嘅 T 咧就比較要 flat 少少嘅。T 啦，咁啊，通常咧我哋會撳到個 T 啦，會撳到正常 T， 放翻低少少，然之後俾震音嘅。好，咁啊，而家睇下第一句啊，呢個第一句咧其實係第一行嚟嘅。咁我哋睇下第一句，就咁睇第一句先，睇下先啦。這個花字之後呢就接去第二句的了，去到大處個 Ray 嘅啫。好，我哋再嚟多次，由頭嗰個，呢下 So， 佢呢度已經俾到明啦。個 So 咧個 Mi 係要撳到佢個 So 啦。咁其實如果你唔撳弦咧都可以嘅喎，你睇下，佢旋律就係咁樣啦。咁佢而家要撳弦啊 ，So。大家的節奏是要一樣的，再一次啊，好，按住這個鬚不要放手，直至你要彈這個大處的鬚的時候才放左手，是同步放左手。現在按了這條弦，這個按了下去，好，擺好，準備彈，準備一起放，再來一次，鬚給陣音。好，這裡因為有附點，那我們要這個鬚要長一點啦。So， 好，個拉震完之後咧，拉 so 即刻要將呢個震完之後，好快脆要將呢個咪咧要撳到去個 so 啦，個咪要撳到去咪弦，將佢撳到去 so 嘅音高。撳到去呢個音高，兩條弦都係一樣啊。拉嗦咪嗦，其實呢個撳到佢個嗦，放佢個咪嘅啫。嗦咪咪嗦，已經彈到呢度啦。咪嗦，好，跟住後邊嗰度落大處 re， 俾可以俾震音。佢雖然呢度冇寫震音，我哋要俾震音啊。跟住哆 re 哆 re， 唔好急，又係 hold 住佢，唔好放手，直到個大處 re。就放手，好，這裡呢要數住拍半下，一拍半落去，好，我們再數一二三四，一二的點是三，這個第四，一二三四，四的時候才落花子，花子就是第二，去到第二句了，第二句，現在彈第二句，就完了，花子之前就要完結了，花子是比後面那句的。我們再看看這裡，這裡有一點難，就是這個個拉先前呢要將條拉弦要按到它的哆的音高，然後彈放到它的拉的音度，接著呢就這裡個咪都是先將條咪弦升高到它的嗦，彈再放回它的咪的音高。我現在試一下這裡，前面是有個花子的 so，好，我將個指法呢度改做指法，呢三個連托咧，改唔係將呢個三個托托改做連托，再嚟一次收。你要拎一路壓到落去呢個收嗰度啊，呢度拉十好，呢個拉咧仲有個下滑音喎，呢度啱啱咧要將呢個拉弦咧要撳到佢哆嘅音高。要放盡曬個去到個拉嘅音高，然之後彈個蘇，放曬，然之後再彈噶。咁你大家要夾嘅時候要夾得好啊。呢度跟住要即刻要連續有兩個下滑音啊 ，re 度，再喺個 re 度啊 ，re 度啦，蘇。
已經撳好咗個咪啦咪收，好後邊嗰度咯喎，喂喂，呢個切分音嚟噶，喂喂，呢個咧要大力少少嘅切分音咧，通常用於民間歌曲啦，呢個弱音咪收要細力嘅 ，ray 要細力，唯獨呢個中間呢個 ray 咧要大力，呢個就強拍符號就淨係俾呢個 ray 嘅啫。呢個強拍符號啊，強拍符號淨係俾呢個 ray，ray ray， 俾多啲震音啊，一拍兩拍，數一二三四啊，一二三四，四咧係包括埋個咪嗦就係排第四啊，陣間我做埋呢個末個 ray 啊，一二三四一，已經數咗呢個一啦嚇，一二三，好呢個 ray 到啦都數啦喎。我睇呢個 ray 度，一拍、兩拍、三拍、四拍，第四拍咧又係俾下一句啦。呢、這個下一句個佢連埋個花字啦。呢、這個數都係有兩拍噶，一拍吞嗰個嚟，第一個數咧喺個琴頭嗰邊彈，一、二吞過嚟，三、四，四就落花字咯喎。好，跟住後面第三句啦，我哋睇一睇第三句先啊。第三句就比較長嘅，有成兩行啊，花字先。數數數數，花子又俾下一句，好，我哋再嚟多次呢個數數，呢個數數數，好，升高下，彈完呢個數，睇下升高到高過八度嘅，所以呢度咧數數數，即刻走遠啲啦。彈呢個勾個數嘅時候咧，數數勾呢個數嘅時候咧，左手已經要將個咪撳到佢個嗦啦，撳到佢個嗦音高啦喎。好，咪呢個咪咧就。不要放手，將它壓下去，壓下去個 ray， 然壓落由呢個咪，呢個咪壓落去，壓落條綠色弦，綠色弦就係個 ray 啦，壓落去呢條弦，但係唔好彈，撳住佢，擺個中指勾呢個 ray 先 ，ray ray， 呢個可以做個點音或者係做震音 ray ray ray， 你可以數多個 ray 啦 ，ray ray ray 提到 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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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放一放佢嚇，提俾陣音好。如果你可以做點音嘅呢、這個點音 ，ray ray 提到 ray ray， 做一個點音喺後半拍，一二三四呢個一二點三，然之後做個 T， 係 T 係排第四啦。好，後邊嗰度 do and do and 就係個花字啦，一 and 二 and。Do and do and do， 好呢度又改咗做連托嚇，呢、這個 ray 就撳到佢個咪，然之後呢個 咪咧就唔好放手喺個咪嗰度滑落去個滑到去個 ray， 睇下先，啱啱好啊，佢一個上下位啊嘛，跟住佢個咪音，然之後咪 ray 咪 ray 到咪 ray 到。好，呢度嚟嘅系啦，呢度見我遊住咗，呢、這個我哋喺個 ray 度啦 ，ray 度啦，呢個啦咧壓咗落去呢個嗦度，呢、這個啦壓落去，呢、這個啦弦壓落去呢個嗦度，唔好喐，好伸出個中指彈呢個嗦嗦，彈完呢個嗦之後咧就直接就可以彈呢個手指弓，唔好喐啦，嗦嗦已經可以啱啱好，再嚟嗦好，然之後升高兩個八度。低兩點去到中音係啱啱好兩個八度啊！彈完之後即刻就騰隻手過嚟 ，so mi re， 呢個 so mi 咧又係用連托 ，so mi so mi 呢個 mi 咧就壓落去呢個 re 嗰度，跟住就先彈前面嗰個 re re， 然之後再彈呢個 re 咯喎 ，re 又可以點音 re， 跟住隔一條弦 re， 然之後跳過一條弦喺隔離嗰度 ，re， 好。
可以做陣小陣音啦，似後邊嗰度啊，後邊下邊一行。哆哆威，好呢度要留意啦。哆，我唔要個箭嘴啊，全部彈曬佢。啊，冇佢彈啦。旋律就係咁樣啦。哆哆威哆威，如果要做左手喎，放咗手之後做震音特別好聽。嚇、啊，哆，咁咧就會比較寡啲少少啦。豐富多少少啊，俾啲震音豐富啲啊個音。好，彈完啱啱托完個 re， 隻左手急速即刻要將個化撳到去個蘇嘅音，今唔係將個化擺好先，撳好個化先，咪好彈住。彈咗個化之後咧，其實個咪弦咧，佢哋呢個講解咧就話個如果個咪嘅有上箭嘴咧，一樣係撳到個蘇。化有箭嘴一樣，同時間都是按到去個蘇的音高嘅。咁而家係個化嘛，我喺個呢個 re 嗰度啊 ，re 聽到化，要按到去個蘇喎，化蘇，化蘇唔要個花字先。呢度係 mi 位啊。好，我哋睇下咯喎，仲有個花字喎，花字其實咧係同呢個一齊搭住嘅。聽到啊！大家一齊搭住。當我按弦嘅時候咧，就要出花字啦。一路按就一路要出花字啦，因為大家個時節係啱啱，佢係後半拍，呢個花字亦都係後半拍，所以個時節大家係大家同時間搭住嘅。好，後邊哆瑞咪嗦。按定了，即刻按定了，彈個 re 到震完 re 到已經是按定個左手按定了，一、二、三，後面四又是要出花字了喎。好，呢度第四句之後咧，就已經是另外第一段嚟嘅聲，將個音係升高嘅。好啦，你話啦啦啦啦都啦都又係啦，放手嘅時候咧就我彈一彈呢一句啊，彈。行第四句先啦，好，至到呢度系第四句啊，再喺呢度咯喎，听下，又系放咗手就俾震音，啦啦哆，旋律系啦啦哆啦哆，唔用左手啊。好，用左手，放手的時候就聽到這個啦啦，按下去即刻就放手，就是啦都啦，再來一次，花子做下去後面的嗦嗦了喎，嗦嗦，花子嗦。呢度咧要相當嘅快速啦 ，r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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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呢個哆咧又係啦，壓落去後邊個啦嗰度，呢個啦唔好放手，勾個低音個啦先至，跟住就即刻就要托呢個啦，呢個俾震音，然之後襯翻落嚟個彈個哆，後邊嗦嗦。接落後邊嗰度咯喎，後邊嗰句啊，嗱嗱嗱鎖喺度啊，嗱，要即刻要撳到佢個刀，然之後喺個刀度畫翻上去個啦。咪咪咪咪咪咪咪位後邊。出花字啦，好，跟住咧就我哋呢個完咗後邊度啊，花字前面又係用個連托啦，嗦，
瑞瑞咪蘇，其實呢度咧有少少係類似一個切分音嚟噶。瑞瑞咪蘇瑞哆，一拍兩拍三拍四拍，嗦嗦嗦。又係可以做連台啊！呢度下一個位置，到。Ray 到啦，嗰邊 ，so 好，升高一個八，兩個八度，又係連壓落去，唔好放手。So me way， out the way， 啱啱好連一路連住落去噶。好，後邊嗰啲同前面嗰啲已經好類似啦。Do do do re， 同前面嗰度一樣啦。後邊係咪啦？哆瑞咪嗦，漸慢，到啦，慢啲放，跟住俾陣音先，按到落去個 re， 唔好放手，等埋呢個數，俾陣音，好，咁埋呢首曲就咁樣就結束啦。